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，那么方法很简单，你们需要再吻一次。天爵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嘴软啊，这个是你逃跑唯一的机会了。可是让我去亲那个臭流氓，臣妾做不到啊。只有吻了他，才能切断那个该死的心灵感应。想一想你的外婆，想一想你的漫画，想一想你的凤老师。 干什么？我就是进来看看你睡着没有。想趁我睡着的时候切断心灵感应是吗？嗯。那你刚刚是在干嘛？ 没想到你还真挺活得出去啊！对，我受够了！而且你当时不是你也想跟我离婚的吗？你也想亲我的呀！既然我们俩都解脱了，不好吗？此一时，彼一时。这个时候没有了心灵感应，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想逃跑？反正现在已经没有了，还能怎样？ 以后不要再做没用的事儿。我很讨厌这么做。做什么？做这个。